从学霸到武神，他如何用软件为硬件上刺刀？从状元兵到兵状元，他怎样把学历变成战斗力？军旅人生即将为您播出，张少平从状元兵到兵状元。团 PK 已不是稀罕事儿，现实中有尖刀班梦之队，荧屏上有复仇者联盟银河护卫队。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一群身怀绝技的军中学霸组成的高学历战勤班。组建9年多来，他们开创了多项备受瞩目的战斗记录，在身边战友眼中，他们更是猎鹰的王者，空天的荣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把高学历转化成高战斗力的。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准备开始。快点快点快点，为准备即将到来的比武竞赛，张少平正紧张地带领战勤班训练。停停停停停停，回复来集合，你们几个过来。这个时候是带电操作，这不是罚时的问题，这是要命的问题。我们这样做是犯了低级错误，是违反了操禁令，是拿你战友的生命在开玩笑，不要说比武了。把这个程序要捋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吗？恢复好啊，再来一遍，开始。你可能练了很长时间，可能就提高了不到一秒钟，但是每一秒钟这种提高，从这个真正实战意义上讲，这种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它可能就决定了1分30。战斗，你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快点快点快点！1分53秒，啊，这是咱们今天下午训练最好成绩。拿这种程度、这种训练水平去比武，就是丢人现眼。明显大家不在状态，啊，今天晚上咱们加。啊，实际上真正作战的时候，当空中有目标，我们战勤班的人员就在这个里面对目标实现搜索、跟踪、定位，啊，然后控制导弹去摧毁这个目标，啊，作战的时候营长也在这个舱里面啊，指挥我们战勤班，然后呢指挥全营的这个装备啊进行作战，啊，如果说把全营比作一杆枪的话，啊，这个装备实际上相当于准星，几米的一个舱体，实际上所谓的很广阔一个领空的安全。2013年5月，信心满满的张少平随部队前往西北参加红箭演习。当时他一边负责数据处理，一边担任发射军官。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大展身手，张少平就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一上来就来个下马威，啊，然后这个我记得演习记得特别清楚，啊，这个装备什么参数都调整完以后，然后跟上级指挥所去校对这个目标，然后怎么校对这个
你抓的同一个目标，但是这个距离上都不对，老是差上二三十公里啊。然后我当时也很着急。最终虽然在战友的帮助下问题及时解决，但这件事儿却深深触动了张少平。这个事儿其实给我一个教训，就是说，第一个，凡事首先你要把它弄明白，就是你要操作装备里的事儿，就是你一定要弄明白它。你不仅知道要怎么干，你比如说这个发射军官可能很简单就按几个按钮，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了摸透装备的脾气秉性，张少平终日跟兵器装备战术参数泡在一起，但面对密密麻麻的按钮，陌生复杂的操作，他学起来还是有些磕磕绊绊。就是那段时间让我一个人上去，说哎，今天一个人上去站点什么，总得感觉别把这个弄坏了，或者别出什么问题，就心里对自己就不自信不托底啊。一个时间也确实也短，另外有确实也感觉就是学习这块自己没学得特别透，经验也少。就在张少平感到步履维艰的时候，家中突然来电话说母亲发生车祸，他第一时间请假赶回了老家。冲到病房的时候，就是哎呦，现在想起来我妈妈躺在那儿，就头上就全部是那种纱布，全部包的纱布，然后鼻子上嘴里边这个脖子上全部插了各种各样的那种有气管的，就那种导流管什么乱七八糟，身全都是，全部都是，身上那个衣服上全都是血，刚做完手术，就是开颅手术。一个多月后，张少平的母亲离世了。重返部队的张少平，面对工作上的不顺和亲人离世的双重打击，精神已经完全被打垮了。当我自己一个人待的时候，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想起来，想起来就感觉很伤心。有时候晚上睡觉睡着睡着，有时候可能突然晚上醒来了，然后可能就哭醒。最难过的时光里，想到家人的嘱托和记忆的厚望，张少平明白自己必须尽快振作起来。但现在这个现象可能跟之前2014年年底，张少平所在的连队接到了执行首次蓝盾任务的命令。由于是首次全程考核，首次进驻就打，这让全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用最短的时间内把兵器准备好，然后那边就放目标，你就要打啊。所以说这个人在这种很仓促的这种条件下去准备作战，所以说他这个难度就很大啊，就让你感觉就是给你的感觉就是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一击即中，张少平和战友们白天训练撤收架设舱内操作，晚上还要集体推导优化组织流程，加班进行课题研究。都上来，明白。就是基本上每天晚上，就是每天这个工作量大概从早上5点多5点半左右开始起来，一直到晚上12点1点，大概那几个月一直都是这么持续过来。此外，张少平还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研发了软件。距离，一改。啊，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一个叫模拟对抗软件啊，这个是解决一个处置时机的问题。像我们地导兵在和空中飞机对抗的时候，就存在一个最佳的一个处置时机。这个时机去设计的话，能够消灭敌人，但是又能保存自己。春节期间，战勤班也仅休息了3天，就随即投入训练。然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最终实弹打靶时成绩并不理想，这让全营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别人单位都在这儿非常高兴的在这儿庆功呢，然后只有我们这个垂头丧气的，在这儿写检讨反思材料，因为这个。地导营就是这样，对吧？全营一杆枪，
然后呢，最主要的打好打不好，这个很大程度上就看这个，一点我们这个战前班啊，看这个你的能力到底行不行。嗯，就是尤其是打不好的时候，打不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相当于责任全在你这儿，所以说当时对我们来说这个压力很大。而且你像当时其实这个也有这个研究生啊，就挺多，两三个，对吧？大家都感觉这个学历都挺高，怎么感觉这个能力不行？所以说都有这种质疑的这种声音。如何破除质疑，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成了摆在高学历战勤班面前的首要问题。人生有很多个驿站，我在青春的中转站选择了军营。我相信铁血的年华才是男人该有的人生风景。在信息化的军营，知识就是打赢的力量。高学历不是人生金卡，打得赢才是军人名片。我是张少平。从院校到部队，从学位到站位，要学习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有实践经验和带兵能力。想从状元兵晋级兵状元，张少平要迎接的挑战还有很多。今天上午我们组织捕捉真实目标训练，下面游击雷达立即开机组织攻坚，各专业依次打开。加油，登！发报，登！2016年3月，张少平放弃师机关的任职机会，主动申请回到连队，被任命为连长。2017年年初，营里受领了反导任务，也迎来了战勤班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相当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百米的选手啊，然后今天突然让你跨栏，就这种概念。就是说原来你可能就是很四平八稳的去干一件事，对吧？从起点跑到终点就行了，就看跑得快就行了。现在突然加难度，你不仅要跑得快，你还不能碰杆啊，对不对？你还不能犯错误啊，就是一环扣一环的，所有的东西你全得比之前这个难度增加了，哎，不能说是几倍吧，我感觉完全是两个概念，就是完全就是不是说同一类别的这种任务的难度。难度主要体现在此次抗击的目标的话，它的特性上，它的特性要比我们以往的目标的话在速度上要快了近10倍，在高度上也是比我们平常抗击目标的话高很高。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理论零基础，操作零经验，保障零头绪。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张少平和战友们不仅找来历年反导资料，还反复研究过往操作视频。他们都要反反复复去看，甚至一帧一帧的去看，去分析。哎，发现这一帧、这个动作、这个口令、这个状态，每一个状态到底的话，应该在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正确的？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的和计算统计。为了将截获目标的操作时间控制到更短时间内，密不透风的指挥方舱里，高学历战勤班一遍遍练习操作技能。眼睛都酸，眼睛都疼，确实是很疼，因为它这个那个屏幕显示器它一直在闪烁，它那个亮暗亮暗交替的一种闪烁，就是你看一会儿就感觉很疲劳，但是你要又需要大量的训练，对吧？你只能通过大量的训练，然后让你那个动作啊或者各方面配合非常默契。我们那几个月的开机时间，可能能顶上过去一年的开机时间那么长，包括准备，基本上都在车上练。对，单个五个人目标，正常操作，检查看位应用，提示位置。训练过程中，张少平还带领高学历战勤班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进行一系列战备和技术革新。五个学霸同台竞技，互相激发，也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比方说，平常的人认为这样可以，然后我换个方式行不行？
我说换个方式，我能不能更快，我能不能比别人更好。当时也主要是就想一些这些事情。你比如说这个数据以前人家是手算的，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软件出来啊，提高这种训练这种计算的这种效率啊，然后也算得更准确也更快，对吧？你一个兵器上使用的时候，有些地方一些不可靠的地方，经常出问题的地方，那我们能不能给它改一改，对吧？让它通过这种改变以后，它很稳定很可靠，对吧？这个减小它这种故障率。这块做个改动，你像以前跟这个舱体它进行连接的这个通信线路大概有20-30条啊，有备付线有网线就非常的多，每次去撤收加设都很麻烦。现在我们把它改了，对吧？现在就这一根电缆，它把以前所有的20-30根这个备付线包括网线全部集中到这一个电缆头里面去了。以前你一个人可能需要10分钟来连接这通信，现在我一个人就1分钟，我把这个往上一拧，这个通信就完成了啊。虽然它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啊，也非常稳定。上操作，检查开关按钮，是。用算术计算战术，用软件给硬件上刺刀。最终，2017年9月，某防空作战演练中，张少平和战友成功命中某型目标，开创空军反导新历史，所在营荣立集体三等功。一下子就感觉这个瞬间所有的这种压力就一下子就释放，就是多少年这个一直想梦想实现了这么一件事，就在那一刻突然间实现了。所以说那种压力也好，别人对你的这种误解也好，对吧，怀疑也好，所有东西在那一下子就全部释放。好，今天咱们这个周末小课堂啊，咱们讨论一下测距的问题，空中的一个目标啊，我没法走。在把知识优势转化成打赢优势的同时，张少平还带动了全连的创新学习氛围，一批精操作、能排故、懂指挥的士官骨干正迅速成长。就是从思维习惯上来说，你要保持好这种不断的去探索，这种好奇心。然后从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来说，就肯定是更加多元化，因为你掌握的知识越多，你的方法和手段肯定就越多。业余时间，张少平最喜欢和战友们一起踢足球，在他看来，这是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最好方式。踢球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互配合，其实在这种过程中，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这种了解或者默契程度。在无形中，其实在你工作和在你工作过程中操作过程中其实都有促进。哎，乐乐，他爸爸，想不想爸爸？乐乐想不想爸爸？来，乐乐喊爸爸。今年3月，张少平的儿子出生。由于任务繁重，张少平只见过孩子两面，视频聊天成了他和家人彼此缓解思念的方式。你唱个两只老虎好不好？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好不好听？
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必须先当好一名战士。张少平说，新毕业干部只有经过基层生活的淬火，才能真正体味到知识之花结出战斗力之果的喜悦。他期待有更多高学历人才来到部队，把知识优势变成打赢优势。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登录中国军事网，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